子医生，我只能说出来。一身金发，仙气飘飘，身穿白色洋装，搭配跟鞋，露出姣好身材。他就是去年震惊社会的柬埔寨诈骗案人蛇集团女蛇头张维珍，犯下无罪被判7年6个月。共犯邱守义和林佑颖则是4年6个月和3年6个月。张女共犯图利诈术，使人出国既遂罪3罪，未遂罪2罪，各处有期徒刑3年8月至5年6月不等执行度。因执行有期徒刑7年6月。这些人透过脸书社群网占用高薪诈骗被害人，还负责将人送往旅馆住宿囚禁，成功一人就可以获得10万元，从头到尾运送受害者到柬埔寨。张伟珍再跟下线46分账，不到4个月就已经贩卖50多人，获利超过500万元。而会这么多人受骗，被怀疑就是主嫌用美色拐骗人上当。汪汪代言染上一头粉色头发，就像公主一样。女蛇头还曾经在字界上写心存善念，却利用美色吸金数百万元，如今狼狈入狱，也让养大她的家人相当无奈。华视新闻谢忠义、宋英、张萧宇宙彰化报道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